帅哥，帅哥，又很性感。哦，按倒了，按倒了。啊，我感觉你台顶囡仔变作瘦嘞，然后变作瘦嘞，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小孩。这是很严重的事情的，我是老师去拍摄搞会奇怪怪，那丑一块一些的。那男性荷尔蒙目前看起来刚刚，我们400到800，哦，所以这次的话475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欣然、于凯丽。你们可以分享一下各自的性别认同跟性向认同是？我是靠近男生，然后我喜欢女生，所以这样我是什么？我很了解他，他从小跟我的性格就很不一样，就他就像一个小男生一样的性格，他也不是很喜欢穿裙子。然后他也比较喜欢跟男生玩在一起。Hey brother！ 那张纸都剪了，哇，歪掉哎！我真的是灯光打了好久，开个小刀，开个小刀，他做过两个大的。他昨天回去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，昨天把身体给他剪了。其实现在也不难看啦，只是就是把他说的比较跟一般就是普遍的男生差不多的大小。我爸就比较介意，他就说那以后传宗接代了，你也有正常功能的男生生不出小孩啊，他们也做那个什么试管婴儿不是吗？那凭什么这样子看待我们？